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43面，343面第三行第二句看起。以真谛门者，以第一义谛为门也。第一义谛在前面说过，《涅盘经》上说，佛性名第一义空，佛性就是真性，就是真如，就是实相。称它作第一义空，它是空有两边都不着。又名叫涅槃，所以涅槃跟第一义是一个意思，也叫做智慧，是自信本有的智慧。一切众生是平等的，诸佛如来跟我们也没有两样，完全平等。只是我们迷失了自信，这个实不是真的失掉，迷了以后它就不起作用，实际上还是起作用，不过扭曲了，不是正用的，它的正用是现十报土一真庄严，就是华藏，就是密言，就是极乐世界。迷了之后呢，他就现十法界，现六道，现三途，所以还是有作用，只是迷悟的作用不一样。所以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虽起作用实际上痕迹都不着。就如同现代量子学家所发现的，整个宇宙是一个刹那生灭的连续相，叫相续。迷失自信的人，把这个虚幻不实的现象当作真的，这问题就出来了。当作真的，顺自己的意思就起了贪爱，不顺自己的意思就起了怨恨。这就讲其情无欲。其情无欲是里面的烦恼是因，外面这个缘影响你，把自己里面的烦恼勾引出来，这叫造业。造业它也有因，感应嘛，这个因就是业报。
啊，善业乐报，感的就是人天；恶业呢，所感的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啊，那是苦不堪言。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，而且确确实实，如同佛在经典上常常引用的比喻，梦幻泡影。人做梦，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，所以梦里面的苦乐他都受了。如果自己做梦的时候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有苦乐的境界，他不会起心动念了。为什么晓得这是假的？这是一场梦。醒过来的时候知道是一场空，正在做梦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场空？梦中醒悟过来的境界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毫不执着，这叫第一空。啊，我们从比喻里头体会到第一义，诸佛如来永远住在第一，没有落在第二，第二就迷了，第一是觉悟。啊，所以以第一义为门也。啊，这就是一真谛门。一真谛之圣义，圣是殊胜，甚是超过一切虚妄，啊，它是真的。依这个做什么呢？依这个执中的本，那我们就知道啊，执中的本的条件。是要真诚心，要恭敬心，你才能得到。如果没有真诚，没有恭敬，你用什么方法去做都得不到。得到的是什么呢？梦中里面的苦乐。你醒不过来呀！要是一用真诚恭敬呢，它能帮助你醒过来。用这个做比喻，醒过来是真实的，做梦是假的。啊，如何帮助你从梦中清醒过来？这就要依真谛门。啊，用虚妄的心，虚妄的心就是你做梦的那个心，做梦的那个心是怎么样也醒不过来的。啊，前面经文教我们放下虚妄。啊，接着这个地方教我们依真谛门，才能执中的门。世间法啊，中国我们的老祖宗千万年前教导我们啊，这是我们有理由去肯定的。文字发明的很晚，黄帝时候发明的，距离现在4500年。
4500年之前没文字，但是这些教训，我相信早已经有了。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肯定都是千万年前老祖宗世代相传、口传的。越是真理越简单，越是真理越容易，决定不麻烦。无伦是讲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说尽了，端正心态，就是端正对这些关系的心态。第一个是父子有亲，亲是亲爱呀，父母的爱子女，子女的爱父母。天性，人人都有的。早年这个话大概有30年前，我好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到日本访问，跟我一起同行的同修有20多个人，一半是日本的侨民，有一个年轻的母亲，一个小车推着小车，推着他的婴儿，4个月，我们走在路上。我就叫大家停下来，你们看看，这一对的母子，你看他母亲对儿子的爱，你再看，儿子虽然不会讲话，4个月，你看他的态度，你看他的眼神，他对母亲那个爱。我说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体会一下五伦里头父子有亲，体会这一句话。真的没人教啊。在这个地方看到真诚心，看到了从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恭敬心。我们细心去观察，细心去体会，一点都不假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此地讲的德本呐，执众德本，众是众多，无量无边的德本，就是在这个情爱。我们活生生看到这一对母子，来给我们展现。给我们表演，中国千万年前这个孝道这个教学就是从这个地方生起来的。中国古人讲教育，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这种亲爱如何能保持一辈子都不会变质？这是中国教育第一个目标啊。第二个目标呢，是如何能将这种亲爱发扬光大？他爱兄弟姐妹，他爱他的家族，
啊，爱他的亲戚朋友，爱邻里乡党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族群，到最后，凡是人皆需爱。这是教育第二个目的。啊，这种科学技术在教学是排在最后的。啊，这是最根本的。今天世界社会动乱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问题在哪里？知末发达了，根本没有了，社会出了问题。地球出了问题，啊，连天象都出了问题，哎，自然现象啊，为什么？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，都是随我们念头在转，我们念要善。没有一样不善呐，念头坏了啊，没有一样不带来麻烦。啊，科学技术带来的是灾害，不是幸福啊。啊，科学家的警告那更严重，科技发展到极点，最后的结果是世界毁灭。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。这个警告是很有可能发生。如果没有伦理道德教育，没有父子有亲这个教育的核心，会出问题。啊，你看现在这个社会，自杀率多高。啊，古时候很少听到人自杀。现在每天这个世界上自杀人多少？不但老人活得不耐烦自杀，啊，老人公寓里都常常发生，不想活了，觉得什么生不如死，自杀了。啊，中年人自杀，看到事业都还不错，压力太重。名闻利养是得到了，付出的是惨痛的代价，没有幸福可言了。哎，现在呢，连小朋友也活得不耐烦自杀，小学生。啊，七八岁、十来岁的。啊，为什么现在中古时候差异这么大？古时候教育的核心是爱，现在整个世界的教育是利。啊，利是人必争的。啊，所以教育从小就叫竞争，叫斗争。那这还得了？古时候很少听到有什么冲突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各式各样的冲突，让人受不了啊！啊，他才有寻短见的动机。
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句经文，就晓得德本的重要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，世世代代相传，一直到满清，没有失掉啊。民国初年还能看得到，民国20年之后就淡薄了。国家提倡教育，啊，办学校了，接受西方教学的模式，啊，私塾教育淘汰了。民国20年之后，私塾教育好像没有了。啊，在这个之前，偏僻的地方，啊，这个乡镇、农村，还有私塾教育。私塾教育里面依旧保持着传统。啊，新式学校也开办。新编的教科书，啊，私塾里面那些同盟、杨震的这些课程都没有了。啊，最早还有修身，大概只有2年改成公民。啊，公民也教了。大概3、4年的样子，改成社会，啊，这慢慢改的以后完全没有了，只教你知识，不再教做人了，人与人的关系也模糊了，这是造成整个社会动乱的原因呢。年岁大的人都向往到过去的旧社会啊，怎么恢复呢？必须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，这才有救啊！现在保存这一点，确实就在佛教，佛教也变质了。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啊！没人知道了。啊，现代的佛教，我的看法，至少有6种不同的形式。在这个社会上活动啊。啊，第一个，释迦牟尼佛教育的佛教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是仅仅走这一条路的这一家了，其他的没听说过啊。啊，第二种就是。宗教的教育，宗教就是把释迦牟尼佛这些菩萨不认作老师，把他看作是神明
神佛不分呐、看他们是神明，这就变成宗教的教育了，没有教育了，变成宗教了。现在连这种宗教好像已经没有了，已经衰落。许多有历史的这些道场都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啊，观光旅游必到的啊，变质了。还有变成企业了，开连锁店了，分店支店已经走上国际化了，许多国家都有它的分店支店。佛教稍微比较好一点，变成了学术。许多大学用佛经开课。称为佛经哲学。这也是一种形态。幕后就是变成邪教。利用这块招牌欺骗善男信女，这都造业。我们在没有遇到方东伟老师之前，根本就不知道佛教是什么。看到外面的形式确实是迷信的。烧香拜拜。真能求得福吗？真能化解灾难？都会叫人产生许多疑问。到老师介绍给了我们，我们才知道过去的看法想法全错了，全是误会了。这个误会不是没有原因，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佛教，所以才造成这些误会。老师传承佛教，虽然他不是佛教徒，你看他个样子不像是僧人，可是他是真的佛教。从我认识他之后，他的晚年几乎全部都是在讲佛经。在台湾大学，他讲了三个大单元。一个是魏晋佛学，第二个是隋唐佛学。
第三个是大乘佛学，第四个单元是他退休之后在辅仁大学博士班讲的华严哲学。那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没有两样啊。释迦牟尼佛面对的是大众，老师面对的是学生，是在课堂里面讲佛经哲学。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，这才叫做佛教。所以老师告诉我，佛教如果要复兴，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。丛林制度是什么呢？唐朝马祖百丈这两位大师倡导的，也就是把佛教教学正规化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种教学，非常像中国私塾教学的方法。孔子、孟子都是方法。是私塾教学法。那丛林呢？那就变成学校了，正式有组织。丛林的主席就是方丈主持，那是校长。他下面有三个纲领执事，跟现在大学一样，名称不一样，事实完全相同。首座和尚是教务长，管教学。维诺是管训导的，训导长。建院是管总务的，总务长。跟现在学校分工完全相同啊。每个人下面有分工。有好几个层次。总共从上到下有108个单位。大学。现在我们不必再称它为丛林。就称它为大学。这老师的意思，一定要办佛教大学。佛教才能够兴旺起来。现在佛教还没大学，只有日本有，日本有不少私人办的，大概还到不了中国隋唐那个丛林制度。研究的人不少，一般大学也都有。我们到伦敦去参观，牛津、剑桥、伦敦大学都有汉学系，都有用佛经开课。我们看到的研究经教，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。
不是学佛。那么佛经里面的真意啊，真谛，他能不能得到？他不能。为什么？心态不对。啊，真正学一样东西，得到它的精髓，要尊师重道啊！啊，尊师是什么？尊师是尊重我所修学的这个科目，我对他尊重；指导我的老师，我当然对他尊重。我认真学习，你能得到他的真谛。你没有这个真诚恭敬心，佛菩萨来指导你，你也一无所获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你得到是常识，是皮毛。真正好东西是在文字之外呀，你如何能懂得是弦外之音、言外之意？那个意思说不出来的啊，只有真诚恭敬能体会到。为什么？不离自信呢、啊？真诚恭敬是信德，用信德来学，你才能明心见性，你才能体会到。啊，如果没有真诚恭敬心，你天天在佛菩萨身边，你跟他一辈子，你还是凡夫，什么也没学到。啊，你所学到的没有离开生死轮回，这是佛法的难处。如果有真诚空恭敬心呢，佛法比什么都容易。啊，随着真谛门，你就知道这多重要啊！真谛就真心呐、啊，一丝毫虚妄没有啊！我们这个几十年提出来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十个字，这十个字就是真谛门。你起心动念跟这十个字相违背，你就没有办法执中得本。啊，不是执中得本，你执的是什么？你是执中业报啊！你搞这个了。你不是在积德了，那你就是在造业。你不能不造作，起心动念是造作，言语动作是造作。印光大师大声疾呼，教了一辈子，几个人听懂了，几个人觉悟了，那就是一分诚信，一分利益。
十分沉静，十分离。为什么会这么难呢？根坏掉了。根是什么？佛法是师道，它是教学，它是师道。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孝道没有了，佛也就没有了。你看《净业三福》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那是根。第二句，奉事师长，那是佛道。佛道的根是孝道，孝道没有了，佛就很难存在了。真正发心学佛，发心续佛慧命，正法久住，那你从哪做起？你要从孝养父母做起。啊，你不从这里做起，学一辈子学不到。啊，孝养父母从哪里做起呢？从《弟子规》做起。你把《弟子规》里头113桩事情都落实到生活了，你的孝道就差不多了。啊，孝顺父母的人不会不尊敬长辈。不敬长辈，不敬老师，那就是不孝父母啊。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根，从五四运动以后就没人再提了。不但看不到人呢，去做啊。说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术、知识、常识。啊，中国人连这个也不学了。所以传统文化现在中国人感到很陌生。还不如外国人，外国人还懂得一点皮毛常识，啊，中国人连这一点皮毛常识都没听人说过，啊，这个事情真难呐，啊，真不容易。典籍文献都在，没人学了，更没有人依教奉行。啊，可是我们要想，自己这一生当中不空过。自己的一生的生活真正是很充实、很幸福、很美满。那不学习圣贤教诲，
不学习佛法，你得不到啊。啊，老师讲了，我们听了要真干呐。啊，我们真干，老师欢喜啊。我出家剃了头之后去看方老师，方老师一看到啊，你真干了，我说是啊。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怎么能不真干呢？啊，这是老师教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真干了。啊，是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？是的，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我干了60年了，啊，26岁那一年，方老师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，啊，讲给我听。啊，我33岁出家，也就开始讲经教学。啊，讲经教学到今年53年了，没中断过。啊，这一生所遭遇的顺境逆境。太多了，啊，没有受到影响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乐此不疲，啊，世间最快乐的事情，读书，读圣贤书，无比的快乐。真正幸福是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这个生活多快乐。啊，今天我们物质环境在这个山里面小城。啊，小镇，这是地球上可能是最后的一块净土。啊，我们希望这块净土能保持，不要再被染污。啊，在这个环境成就自己，也成就了佛法。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能在这个地方扎根呢。扎根要人，啊，真正有几个人发大菩提心？啊，从哪里学习呢？从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。一定要认真努力。一年的时间，可以把根扎好啊，根深蒂固啊！啊，中国传统文化。跟大乘佛法，经典都是文言文写的，
所以要学文言文。文言文的学习不难，要背书。啊，老师当年教我们，能熟背50篇古文，不多，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，阅读的障碍就没有了。你能够熟读10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那我们一个星期学一篇，2年的时间，100篇，四库全书的钥匙你拿到了，大藏经的钥匙你拿到了，这个宝藏啊，就是留给你的。我们现在的学院保存有10套。四库全书，啊，今年四库会要印成了，至少也会保存10套。啊，大藏经，我们收藏着有10套不同版本的藏经。我都用不上了，啊！我修学的年龄过去了，我现在就是老实念佛，就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讲圆满了，大家要再需要我讲的时候，我把《华严经》讲完。啊，再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了，这些东西全部是为你们收集的。你们要认真努力，马来西亚蔡老师领导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们，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汉学院，啊，马来西亚汉学院。也是做同样的工作，啊，那一边我也送了10套四库全书，啊，这些老师早年。庐江汤池小镇文化中心的老师，啊，他们现在在吉隆坡进修，我希望他们10年不下山了，啊，设在寒窗啊，一举成名，啊，10年之后。我相信他们会成为世界上一流的汉学家，绝不输给欧洲。一个人专攻一门，一门深入，10年熏修啊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？
这些人真正值得人尊敬，没有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念头，没有名闻利养的念头，他都放下了，真正发现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天下开太平，为正法久住，为光大佛法，记住，孝亲尊师，这种人能做到啊！不孝父母，不尊重圣贤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就许多错误的心态，不能不把它端正过来。5年前，印尼一个大学，我去参观的时候，校长接待我，告诉我，学校有一门课程叫比较宗教学，我听了就给校长报告，我说这一门功课太难了。他问我难在哪里，我说比较宗教，这个人他的德行，他的学问要超过释迦牟尼佛，要超过耶稣，要超过穆罕默德，要超过摩西。他听了的时候就呆了，他说为什么你不超过他，你怎么能批评他，你怎么能比较？他说那怎么办呢？我说不能叫宗教比较，宗教互相学习，用真诚恭敬的心态互相学习，哪个宗教都可以学，你怎么能批评呢？老师可以批评学生，可以让学生的这个课程作业来比较，学生跟学生都困难了，用比较的心态什么都求不到，结果比较什么全是错误。你错了不要紧，你还影响社会呀。那你要不要负因果责任？圣贤人的态度，我们看了听了叹为观止这夫子求学的态度，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。释迦牟尼佛的修学态度，在《华严经》经题上，他说的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注得很明白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全是古佛所说的，他没有在古佛所说经上多加一个字。比孔老夫子的态度还要严格啊！孔老夫子只是说述而不足啊。那释迦牟尼佛，我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多加一个字。我们能相信吗？年轻的时候不相信，现在相信，为什么？现在明白了，
佛佛道统啊，你成佛了，你的智慧德能跟其他的佛平等的，相同的。佛教导人要学谦虚啊，要学礼让啊，不要争啊。啊，我们既然完全相同的，那不对，那全是你说的吗？那全是古佛说的吗？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啊，所以他把他一生修积的功德全推给古人。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啊！六道众生那种傲慢啊，那种嫉妒心，根本烦恼啊！啊，圣贤佛菩萨示现的这个是教我们断烦恼的方法。你看他心多清净，他多自在。确实做到一尘不染，清净本然。一真谛之圣意啊，这个圣是殊胜，知众德之根本啊，众德在我们中国传统教学当中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是众德。所有一切事出世间德行的根本，就是真正。就是恭敬，这沉静两个字是德本的。啊，什么叫沉？曾国藩先生说得好，啊，他在读书笔记里给沉下了个定义。一念不生是为尘，这个定义跟大乘法里面讲的是一样的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是尘，这是真啊，真诚的意思。起心动念就不真，就不诚了。为什么呢？妄心出来了。啊，起心动念，阿赖耶出现了，阿赖耶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这个宇宙，这个世界，千变万化，阿赖耶造的，转八识成四智。不用阿赖耶了，阿赖耶没有了，完全是真心。那是什么世界呢？那是华藏，那是密眼，那是极乐世界。啊，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是真诚心现出来的。啊，我们的心都是真诚。这个地球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华藏，就是密眼，啊，境随心转啊。我们的心如果果然是真诚，丝毫虚伪没有了，这个身就是佛身。那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。
人人可以成佛，人人本来都是佛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说的。故曰：一真谛门，之中德本。金刚经云：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。这讲的是思想，它省掉一个字。《金刚经》的原文是以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啊，这是思想。什么人修的？也就是这个课程摆在第几个学年，大乘教里面小学一年级要注意啊，不是很高的层次啊，不是中学，不是大学啊，实信为初信菩萨修的，那我们看到这个标准，心里就有数了。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，在佛教学校的是几年级？一年级还没进去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是在佛教幼稚园，没上一年级啊，一年级这个四相没有了，我们现在四相都有啊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真正对这个经文有体会的，傲慢嫉妒的习气呀，马上就下降了。啊，跟人家比不行嘛，那标准在此地嘛。啊，小学一年级的标准。以真谛门呢，即是无思相也。思相是宿谛，不是真谛。啊，如果说没有立思相，你所修的一切善法，果报在六道，六道里面享福啊。啊，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发财的啊，拥有亿万财产，啊，做官的，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的，他们修了福，他们积了德，啊，过去生中没有修福积德，他怎么可能得到？啊，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没有得到，这就知道过去生中没有修因呢。佛法是平等法，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就不得。啊，我们希望得到财富，得到大福报，你修福就好了嘛。
啊，这个福就是有真谛的福，有俗谛的福。啊，俗谛是天上人间的福报，这个容易修，不难。啊，佛教导我们，你修三种布施。你修财布施得财富，这个世界拥有亿万财富的人，无疑不是过去生中，世世修复的因缘，这一生果报现前了。修福一定要有智慧。没有智慧，那个佛叫痴佛。佛报大了，他不知道怎么用法，很可能错用了，啊，错用了就造孽了，来生的果报就不好了。所以，修法布施的聪明智慧。修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，这三样都是世俗人所希望得到的。佛门里面所谓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有求没有感应。老师说，不是没有感应，你自己认真去反省，你求的方法错了，你求的心态不对，总是自己这边出问题，绝不是外面。所以说有求没有感应的时候，应该认真反省，是不是如理如法？如理如法，没有求不到的。古人讲啊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有很大的道理。为自私自利而求，为名闻利养而求，这是不如法的，不如理的。不如理，不如法，哎，他也求到了，那是他命中有的，他不求也会得到。这个求是你命里真没有的。你如理如法的时候能求到。了凡四训就是很好的例子啊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张家大师把这个方法教给我，我用了60年了，真的有求必应。
啊，有时候有求没感应呢。我只有一桩事情，求没有感应。啊，也不能说没有感应。我求什么呢？这个大乘佛法能够在中国大陆宣讲。啊，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啊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没有埋怨，但是《华严经》在中国大陆讲了一个月，2008年，啊，也很殊胜，啊，也有网络直播，啊，在这之前，大陆的同修替我申请了一个身份证，啊，有身份证呢，就不算是境外人士了，在国内可以讲经弘法。啊，以后我这个身份证被政府收回去了，收回去之后可以回去探亲访友、观光旅游。不能讲经弘法啊！那不能讲经弘法，我对观光旅游啊没什么大的兴趣啊，我就不回去了啊！哪个地方有云，就到哪里去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的缘结得很广。最早美国跟加拿大的缘，啊，在哪里结的呢？在慈光图书馆，在大专佛学讲座。啊，我在那里讲了几年，以后到美国。哦，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啊，在美国留学，有300多人，啊，聚在各个城市，这也联络上了，啊，在美加呢是有300多个老同学啊，同学啊，啊，所以在美加缘分就很殊胜。每家我在那个时候大概有30多个净宗学会，好像现在应该还有10几20个。啊，大概缘最殊胜的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有100多个净宗学会。啊，就这么一个不太大的小国家，100多个。啊，还要是加上没有登记的，大概有200多个。你晓得发愿之深呐！啊，澳洲我们在这里10年。啊，10年确实跟当地居民结的善缘。我们得到群众的支持，得到政府的支持。啊，所以在此地发展会很顺利。啊，我年岁大了，我不搞这个事情，这些基础留给你们五子辈，你们去开发。啊，我的晚年就一部经，无量寿经。
啊，《华严经》是大本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经，啊，《阿弥陀经》是小本华严经。古人说的，这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啊，我现在要听释迦牟尼佛的话，啊，以教经上所说的，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我把这个经就放在无量寿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誓愿、法愿，统统放下。这是我晚年走的路啊！帮助社会，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社会安定，啊，世界永续的和平，我们也做出了贡献。把这些理念方法都说出来了，啊，希望你们年轻人把这些理念做成中国大陆人讲的样板啊，过去2006、2007、2008、2003年，我们在汤池小镇做过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图文八组把它做出来，啊，蔡老师他们在马来西亚做，还有几位老师在台湾做，很难得了。干这种事业的人不是凡人呐，这是圣贤事业，菩萨事业。啊，真正发心做，那你得真干。啊，真干在基础呢，就是落实三个根。把文言文的钥匙拿到，这是基础，有这个基础你就能够深入。你就能开发了。啊，扎根文言文的根，跟儒释道的根，2年时间足够了。决定可以完成。啊，帮助社会，化解一切冲突，带向安定、幸福、美满、和平。
可以从群书之要下手。啊，这个书二月下旬就印出来了。啊，唐太宗下令编的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，从国学之要下手。啊，国学之要古籍四月底就出书了。这都是古人的心血，留给后世子孙了。国学之要就等于说是四库入门。你四库全书这么大，你从哪里看起？啊，古人很用心，早就想到了。啊，四库里面最好的东西，最精华的，揭露出来，也是按经思自己。你先读这个，你读这个之后，你认识四库，你给四库产生浓厚的感情，然后随你自己的志愿，你愿意专攻哪一部，你把那一部找出来，10年时间，一门深入，啊，实在寒长，10年之后，你就成为中国传统的汉学家了。啊，一生别搞别的，专门从事教学。虽然是你自己在家里读书研究成功的，我相信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都会请你去做教授。你虽然不是大学毕业，你有真材实料啊，人家向往你 啊，我相信你们的成就啊，超过我10倍都不止啊。我带你们这一条道路啊，你们会成就我啊！不能怕苦，怕苦的人不能成就啊！释迦牟尼佛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们两桩事情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，要持戒，要吃苦，这10年的苦学，你没有，你不能够坚持下去，你一败涂地啊，你不会成就啊。啊，10年再苦也要熬下去，一门不要搞多，多就杂了，多就乱了。啊，10年当中可以教学，教学相长，你把你所学的东西欢欢喜喜地讲给别人听，一遍讲完了讲第二遍，二遍讲完讲第三遍，就这一样东西啊。每一遍的讲演不要用旧资料，你才会有进步。啊，你要老用一本参考书一本资料，你就原地踏步，永远没有进步，那就坏了。啊，你凭你准备这些资料讲这一遍，第二次讲的时候不用这个，重新再准备，遍遍都是新东西，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这就对了。
啊，我这么多年讲经，我这些旧资料讲完就丢掉了，到哪里去我自己找不到。啊，所以天天读书啊，天天有悟处啊，天天法喜充满呐、啊！啊，对我们身体的滋养，什么东西最好滋养？欢喜，长生欢喜心。啊，每一天都有新的悟处，啊，你一遍看，你遍遍新啊，它才真有味道啊。如果没有悟处，这书就念不下去了，枯燥无味。哎，天天有悟处，这多欢喜，这多快乐。啊，思想。我们丢不掉啊，但是怎么样？淡化对于思想的执着分别是越来越轻，那就是进步。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。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。这两个方法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相辅相成。秘诀就在此地。你不放下，你就不能提升；不能提升，你就不能放下。初发心是现前，如来地是妙觉。啊，这是佛门修学的秘诀。总纲领、总原则、方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啊，纲领原则就这一个。啊，看破，看破是明了，事实真相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啊，放下就提升了。首先要把思想放下，无我，念念不要替自己着想，这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有生有灭，你替他想着想错了。随缘就好啊，随缘多自在啊。啊，只要你能放下，你就有智慧，智慧随缘。起心动念，想什么？学大乘的，学净土的，想阿弥陀佛，想无量寿经。啊，真的把无量寿经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，把佛的这些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。我们在这个世界跟佛菩萨为伍，跟圣贤同行，你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啊，《论语》里的第一句话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就是喜悦了，把你所学的统统都用到了。啊，何学何用？
变成生活，变成思想言行。无人，为一切人服务啊，帮助一切人破迷开悟，这是圣贤人干的，佛菩萨干的，坐而无足，虽然很努力很认真的做，不着相。不鞠躬啊，不贪图果报啊，没有果报啊。纯粹尽义务啊，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教的，你看他老人家49年教学，没有收过一分钱学费，没有任何名利，所以他的身份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这是释迦牟尼佛身份呢、天天教学，什么都不沾呢、名闻利养不沾边呢，教得那么快乐，教得那么自在。快乐从哪里来的？学生当中真的明白了，觉悟了。得清净心了，得平等心了，大彻大悟了。这释迦牟尼佛快乐。无众生相。这个众生相的范围非常广大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众生相是代表万物，对于一切万物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。寿者是讲的时间，时间跟空间离不开，时间空间也不是真的，也不必去计较，也不必去分别，这就是立一切法，修一切善了。四相就是一切法。立一切法，修一切善法，要这样做啊！这样做，你修的是真善啊！你的果报不在三善道，不在六道轮回，果报在哪里？果报在佛国土。回向即是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国土。佛国都是佛国都是自己自信庄严自信的。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全见到了。自然的一丝毫不勉强。极乐世界从哪来的？你自己修成的。这个道理你也懂。阿弥陀佛修成的他受用，我自己修成的是自受用。
我自己修成的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世界是一个世界，不是两个世界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才晓得极乐世界那么庄严，是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念佛众生共同成就的。我自己也有一份呐。我们修一点点小的善法，就要贪图福报，要自己享受，这错了。这个要学释迦佛，他给我们表演，一生没有贪图和享受。在僧团里跟许多学生过的是平等的生活，丝毫差别都没有。这些道理不可以不懂，不懂你就没法子学。这底下给我们分开解释，执者众执也，像树木、种花、种树。德者善也，本者根也。诸善万恒之功德，为佛国大觉之根本，称为德本。这个佛国大觉的根本，给诸说就是孝亲尊师。提到孝亲，我就想到老人可怜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老人福利事业。我每到一个国家地区，我都会找一点时间去看看。澳洲的老人福利事业可以说全世界第一。澳洲人有福。税收虽然重，人民欢喜。为什么呢？政府真的替人民做了好事。特别是养老。人民不需要有积蓄。在澳洲年老的时候，国家照顾。每一天的生活费用不少啊，差不多是澳币应该100多块钱一天的生活费用你退休年老，在这个老人院居住国家养你。照顾很周到可是很遗憾的，老人院里面从院长到所有的员工，他们是依照法律做事，法律上规定应该怎么做法的。你比如老人需要找人照顾的时候他到处都有铃，一按铃2分钟之内护理人员的时候一定会到你房间。
啊，他来帮助你。没有孝心，不能把老人看作自己的父母，实际上很难，他连父母也不孝顺了，看作父母也没用处了。所以这个孝敬呢就难了。啊，我常说，在老人院服务的人，这个机缘世间第一。为什么呢？尽孝道啊，能把老人院这些老人都看作是自己的亲生父母。啊，你在这能叫尽孝心，你让老人呢晚年得到精神上的安慰，他们欢喜啊！啊，你比他的儿孙还要孝顺他，他得到安慰，老人晚年得到安慰，在佛法上说，他来生决定不堕三恶道。如果老人过世的时候有怨恨、有不平，肯定堕三恶道。等于什么？护理人员能够尽孝的话，把这些老人从地狱送到天堂，这个功德多大？没有人能比呀！啊，只要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这两样东西做到了，啊，在医院里面时候对待这些老人，啊，特别是老人有病痛的时候，啊，你能把这个做到，你在世间修第一等的福报，啊，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。肯定来接你。啊，这是无微不至啊，三种布施都有，在老人院服务。财布施是内财，我用身体来为他服务，是内财布施。内财布施的果报比外财大得多了。啊，你用心去照顾他，这是智慧。你照顾他，使他能够安心，啊，他能够离开一切恐怖，这是无畏。三种布施具足，那么你来生你得财富、得聪明、智慧、得健康长寿，你全得到啊。很可惜，没有人详细讲解给他们听啊！啊，人间第一等的佛事办老人院了，老人院能尽孝道啊，能修世间第一等的大福报啊！所以，老人院里面的员工、职员啊，通通要受。弟子规的课程要学习感应篇，要学习宗教啊，用宗教里面的慈悲啊，用儒道啊，道家的因果，儒家的那种仁爱啊，关怀，这个老人院是世界上第一啊，我念念不忘想做这个事情啊。啊，这个事情也希望这个物资被你们底下去完成。你们完成这个，你们是大功德、大福德了。啊，都交给你们了，只要你们自己肯干你们的福报，人间天上啊，排在第一位啊，所以这叫根本。诸善
万行的功德是佛国大觉的根本，你说我们要不要修？又万德之根本称为德本，一时一故啊，阿弥陀佛名号啊，提举万德，明照万德，故曰德本。这是总结归到净宗法门，有没有勉强呢？丝毫勉强都没有。前面我们学过很多，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面确实是第一经，尤其是难得的这一部经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，不是讲一次啊，其他的经都是讲一次，没有讲过第二遍啊，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讲啊，那它重要啊。传到中国来的梵文本内容差异很大，啊，所以翻译之后大家才发现，如果是一次宣讲，梵文本只有一个本子，无论什么人翻译是大同小异，但是不会有很大，不会太离谱啊。你比如最明显的阿弥陀佛的发愿，现在五个本子，五种不同翻译，有两个本子48愿，有两个本子24愿，宋朝翻译的本子36愿，啊，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差别的。那这种现象就是肯定释迦牟尼佛至少讲3次，啊，才有这种状况出现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无量寿经在中国有12种的译本，7种失传了。那个7种里面可能还有不同。啊，所以现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至少佛讲过3次。啊，意思就是，那个失传的7本没看到，如果看到之后，可能不止3次。啊，从这些地方啊，我们逐渐体会到啊，这一部经确实是普度一切众生、究竟圆满的法门，啊，称它为德本，不过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